校一样，它是学生路站，它的特色是 LB 有附它专属的 LB 的 logo， 跟它组装起来的感觉大致上就是有点像这样的定义取向。Okay，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它的钱包感，它都有正品的标签，它的型基本上就是以 G 卡的设计下去做一个设计。再来就是 FI 专门为它设计的侧边排气管出口，它是像它的中尾段安装起来之后，尾翼管的出口位置大概是在这个角度，所以基本上它的造型跟设计完全是否 G 卡的取向下去做设计为出发点。接下来顺便一提的是 LB 专属附的 G 卡后灯，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感觉，它 改成是 LD 照明的，所以增加了夜间照明的亮度，而且它又多做了这个整体的尾灯视觉效果变得比较立体，也比较有层次。接下来就是它的宽体套件，它的宽体套件原则上基本上就是否效原厂形式做兑换，只是它多做了一些线脚的设计，那看起来更霸气。然后配上了 LB 沃克专用的轮圈，整个视觉张力更为凸显。最后我们带到引擎盖，它在引擎盖的部位做了一个开口的设计，所以它这个其实有增加散热的功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这些套件安装起来，最后的整体照片基本上就是以这样的感觉为出发点。小李，那这台机米是我耗尽了大概三个星期的工作时数所完成的 LB Work 的 G Mini 套件。那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看我对它做了一些我自己的巧思安装的搭配。第一，这是 LB Work 专门为 G Mini 开发的引擎盖，在这个就是它的水箱护罩。那在它的水箱护罩，我们做了一些巧思的变化，是说我们做了双色配的对比落差，还有它的 logo， 我们也搭配因为车身色的协调美感，所以我们特别做成的是消光的水泥色搭配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前保杆，在保杆的部分，我们先做了第一次的车身色涂装，第二部分，为了要符合轮拱的设计美感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线条，我们自己加入我们自己的 idea， 我们让它做了一个对比的层次落差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线条美感出现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它 LB 专门为它设计的爆龟，这就是 LB 最独爱的爆龟铆钉风格。接下来我们看到 FI 专门为 G Mini 所开发的侧边排气管，它独特的地方是，它有为它做了可变阀门的机构，因为 GMI 吸气数小， FI 特别为它量身定做，是仿照 GCAR V8 的音频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轮框，它的轮框也是 LB Work 专用所属轮框，而我们搭配了俗称的巧克力越野胎，更符合 Offroad 的越野风格。顺着下来，我们来看LB Work 专门为 GMI 开发的车顶造型设计，它有附赠的两只尾翼是头跟尾的线条美感。那因为为了要搭配我们的套件，是以车身色跟平光黑两色做协调对比，所以我们也特别把车顶烤成了平光黑，以便视觉张力的协调。另外，我们又自己小巧思也把后照镜盖也做了平光黑的修饰美感。对于这次 GMI 的改装成果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